第39题，使用盐酸除垢池，同时使用漂白水杀菌，会有什么风险？我们在前面的文章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而且漂白水若与盐酸一同使用，会反应产生有毒的氯气，所以呢，盐酸跟漂白水作用会产生有毒的氯气，产生危险。因此，第39题问我们说，使用盐酸除垢池，同时使用漂白水杀菌，会有什么风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产生有毒氯气，造成危险。